打到屁股中摔地，同伙安全帽猛开支援，重拳出击，打头贯脸，一伙人达成一团，女子见状狂尖叫。好，现场直播，现场直播。多达一赤脚男被狂掌掴，打不过但回嘴不能输。我录，刚开打跑之后就开录了，翻啦！ 巴掌打得越响，朋友越嗨，在旁边狂喊声赞啦，没想到随后赶来支援的黑衣人竟拿出一把长刀，作势要砍杀。基隆庙口夜市二十号凌晨出现一群黑衣人，当街斗殴，原来是因为争风吃醋，被害人与嫌犯女友是好朋友，两人在夜市巧遇，互相说了句嗨，竟引爆嫌犯不满，跟朋友一起群殴他。我来把刀了，我们是男生讲的那种男生，那是男生的女朋友。 逛街民众吓坏，急报警指认，六个不满20岁的把32岁的往死里打。好在被害人送医后没有大碍，但由于实在太害怕，拒绝提告，只希望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记者王志文、李彩珊采访报道。